大家，都进来了吗？新年快乐，今天是小年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晨雪。Hi，Hello， 大家。你们都吃过饭了吗？新年快乐。有人是刚从微博来的吗？如果你是刚从微博来的话，你一定会发现就是我现在长得不太一样。还是一样好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。啊，反正就是先来唱一个啦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们新年快乐。怎么迟到了？因为我刚刚在想要不要绑，就是换一个发型，因为我原本我在微博的时候是双马尾，但是因为我想换个发型，所以稍微耽误了一下。就是说我刚刚绑太多次，就是绑一个包头都绑失败，所以我就干脆不绑了，所以才耽误了一下 ，sorry 大家，抱歉我晚来了。对对对，我拆头发了，哎，你有追耶？你有在跟我的直播？吃饭了吗？其实因为我午餐吃的比较晚，然后又吃比较多，所以就不饿，但是。因为刚刚跟大家聊天有聊到说是很多好吃的啊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点点饿了，可能待会会想要吃一点东西吧。炫好像都看不见我，我看得到你哟。 CHENYI 陈奕轩，陈奕轩吗？陈奕轩，陈奕轩，陈奕玄，今年有演戏的计划吗？今年还不确定，不知道有没有演戏的计划，但是呢有唱歌的计划，多穿点衣服，就是说还好啦，我有开暖气啊，包红包给我，就是说我可能办不到这件事情耶。我要怎么包给你？第一个问题，我要怎么包给你？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要包给你？第三个问题，我红包里面要装什么？耳环是不是太重了？不会啦，不会重，我觉得还好，我刚刚是戴这个，很可爱吧？我刚是绑双马尾，然后戴这个，不会很重，还好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想要换一个造型，不绑也好看吗？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今年最大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今年最大的目标就是再次站上舞台，然后被更多的人看到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小翅膀这个大家庭。有机会来马来西亚吗？希望有机会，但是因为
不知道，有安排过去的话，我一定会跟大家说，一定会跟大家说，大家新年快乐。能对我比个心吗？我会晕船。那你要先确定，你要先确定你就是晕船药有准备好。你先跟我说你有没有晕船药，你先讲好，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嘛。不然我就是让你晕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帮不了你，还是说你身边有人可以照顾你的吗？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哦！现在突然好热，我每次讲这种不好笑的笑话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很拍谁。我哪有故意忽略你？哎，超级，等一下。超级超级情绪勒索，超级情绪勒索。什么叫做我故意忽略你？我怎么可能故意忽略你？我不会故意忽略你们，怎么可能？可能就是没有看到，我不可能会故意忽略的。有看《想见你》吗？你是说电影吗？电影的话我没有看，还没看。我想说找时间再来看，因为最近因为我刚康复嘛，就是我刚确诊完刚康复完之后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体力要先恢复。我体力恢复就是跳舞然后唱歌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照常的练习。装指甲没有，我没有做美甲。红包装哦，你说红包装，红包装指甲哦，那你就是有看清你对不对？因为之前不对啊，我妈妈寄也不是用红包装啊，用红包装指甲感觉很奇怪耶，用红包装指甲感觉很不喜气。炫，我的名字也是炫。击掌，没有击掌，再一次，三二。嗨，你好，我也是炫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晨炫，你们都可以叫我炫。祝大家兔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会买小卡吗？小卡是什么？今年来北京给你带烤鸭。烤鸭哦，烤鸭真不错，我超爱吃烤鸭，超级超级爱吃，每次一去北京一定要吃。喜欢我的 cover， 谢谢。我对我来说跳 cover 其实就是除了是练习之外，然后我自己跳我也很开心。腮红挺红的，而且我今天是画这一块哦，其实也没有很红吧，只是因为我现在有点热，一点点，所以可能看起来脸会比较红。有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蔡老师帅吗？蔡老师是谁？比心，在台湾吗？对，我现在在台湾，我在家里。炫，我在英国，新春快乐。哇，你在英国，你在英国过年吗？
你的家人也在吗？还是你跟同学过？你会不会想回家过年呢？其实我刚刚在微博的时候有讲说，如果说是在外地过年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很想家，然后也有可能会很想要回家过年呢。但是如果说你们是在外地过年的话，那也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跟朋友一起聚个餐呢，然后可以去吃个好料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过年就是要开开心心，然后不要感觉到孤单，然后对，希望大家的过年都可以过得很开心，都可以很温暖。平常休闲，我很喜欢散步。我很喜欢散步，而且散步也可以刚好顺便减肥嘛。然后我也喜欢煮饭。确诊后有后遗症吗？我还好，就是比较容易喉咙干干的，然后不太会喘。我是属于我阳康之后不太会喘，我觉得算是幸运。康复完之后不能运动，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太久，就是自己不运动，或者是一直都在休息的状态，我会自己很焦虑，我会很紧张，会觉得会不会，我的体力退步太多，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回到好的状态怎么办？来我家看猫猫后空翻。为什么我要去你家看猫猫后空翻、啊、我自己家里就有猫了。我猫弟会爬纱窗欸。还是你们要来我家看猫弟爬纱窗？大家好，我是冯冯。Hello, 冯冯，我是炫。兔年行大运。想去日本旅游吗？想。非常非常想，我现在哪里都想去。哎，你被翻了啦，好可爱哦！对你被翻了。来大连，请你吃东北菜。东北菜，你要请我吃什么东北菜？好像有延迟，因为我发现你们现在在回我差不多三分钟之前我讲的话题。出很多新团。有啊，我一直都有在关注韩团。买新年的衣服了吗？有，我有买新年的衣服。我的羽绒服终于到了。我那时候生日直播的时候，我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？说，我有买羽绒服，但是呢，他跟我说二月才会到，我等了，好像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才送到的吧。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失望，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。虎牙好可爱，谢谢。我也觉得还不错。蔡 PD， 哦，我想说蔡老师，徐坤蔡 PD， 帅啊！蔡徐坤帅，这是都是蔡 PD 的粉丝，帅啊！他本人超级高，然后超级瘦。会想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吗？会去看吗？不会去，没有票不会去，应该是你不会去。我觉得晕船那个很好笑，你懂我。
晕船那个合理吧？我算贴心吧？怎么在看这么早的留言 ？No no， 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懂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延迟？你们延迟还是我延迟？哦，应该是我延迟，因为你们大家全部都……怎么突然要直播？因为今天是小年夜，明天是除夕夜，所以想说跟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去过垦丁吗？去过啊，去过蛮多次的。好像之前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，几乎都会，几乎两年去一次吧。我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天蝎座的。像吗？我像天蝎座的吗？我们是45分，我们是45分开始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播到15分，好吧？我们播到15分，好吧？什么意思？叫挺难受的，是因为我延迟吗？所以挺难受的，不可以再减肥了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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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再减肥了。什么？原来是真账号？你以为我的账号这个是假账号吗？不是啊，还记得小恶魔吗？炫，我就是小恶魔啊！来迟了，对不起，幸好你有道歉，不然我原本不打算要原谅。没有啦，来迟了那也没关系啊，我们会播到15分，不用担心。最喜欢的年菜，最喜欢的年菜，最喜欢，我真的说不上来最喜欢。哦，外面在放烟火。最喜欢的年菜哦，我啊，以前阿婆都会煮什么白斩鸡，什么年糕，然后鱼什么，我全部都吃很多。阿婆煮的我都很喜欢吃，这是我阿婆跟我舅妈他们一起煮的，我都超喜欢吃的。然后我阿婆很会做那个年糕，每天下午过年期间，然后只要是下午，然后我阿婆都会炸年糕，炸那个红豆年糕。也延迟太夸张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延迟怎么办？一堆朋友在日本，好羡慕。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，跨年的时候，然后就飞，然后就等于说是新年的第一天，然后人就在国外，不知道是一种很新鲜的感觉。我好像我也想要这样，感觉可以早一年试试看。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一整年都会飞啊？就是一整年都有旅行运？不知道，乱讲的。留言跟直播怎么可以这么延迟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延迟，但是我现在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网络不太好，因为呢我现在网络只有2个。看到我的评论后能说 hello 吗？这一则评论让我看到了，就是说延迟有多严重。 hello，
妆容进步很多吗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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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妆容进步吗？还是因为我变漂亮？是吗？春节不运货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说春节不运货？什么意思啊？吃团圆饭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没，还没吃。团圆饭不是明天，不是除夕夜吃吗？记得拍照分享。我应该就是发个现实动态了。祝福你考试顺利，祝福大家都考试顺利。好严重的延迟，哎，我觉得该庆幸的是没有卡，没有卡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想到之前就是卡到还会就是 IG 直接不让我直播。谢谢。回台湾过年，对啊，我人在台湾，回家过年。祝你三月大考加油，祝你三月大考加油，考试顺利，成功上岸。然后开开心心，祝你抽到 BLACKPINK 的票，祝福你，祝福你，好吗？祝福。耳环也没了，是呀，是呀，我把头发放下来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十分的时候来拍照，来截个图。Hello， 你今年几岁？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？嘟嘟，你的 ID MELODYYY422，你被翻牌咯，我没有忽略你们大家哦。好啦，我知道是我的延迟啦，我现在只能靠就是看你们留言来猜说现在你们看到哪个阶段，或者是我看到哪个阶段。好吧，要重开吗？我觉得重开应该不会比较好，我觉得重开应该不会比较好。你是星星，我是炫，快乐 too much， 快乐永远不会 too much。 能唱歌吗？要唱什么？嗯，我今天还没有在 IG 唱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财神来敲我家门，娃娃来点灯。因为我刚刚直播的时候有唱，我把水端平一下。我刚刚有唱咚咚咚咚锵吗 ？IG 有吗？是不是没有？咚的隆咚锵，咚的隆咚锵，咚的隆咚锵，咚锵咚锵。天蝎座心狠手辣，有吗？天蝎座心狠手辣吗？好，十分了，十分了，我们来拍照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们要怎么截图啊？你们有办法截图吗？不管，反正就是先来。好，那五连拍一样，五连拍，但是刚刚好五连拍。
冲冲。二，三。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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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女人味了？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哪里也有女人味，只是头发长长了吧。炸年糕，对，超级爱吃炸年糕。听说有香蕉口味的跟红豆口味的，你们喜欢吃，你们是哪一派？香蕉年糕还是红豆年糕？炫是新竹人吗？不是，我是桃园人。我决定，我等一下就是要吃宵夜，因为我没吃晚餐。来 Q 学人，直接打，直接打一个王承炫是桃园的。对，我是桃园人。Lisa 本人高吗？那时候我第一次见他，那叫什么？反正是我们坐长桌的，就是第一次见的时候，他是穿高跟鞋。比例超级好，就是头超级小颗，然后就是腿超级长，非常非常漂亮，气质超级好，一看就是大明星。这么柔顺有什么诀窍吗？嗯，用一些护发产品喽。不用想了，直接做吧。所以现在是看到日本旅游的部分吗？我傻眼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这样子你们还有？哇，那我是不是很久很多都没有看到啊？那我好像很多很多留言都没有看到哎，怎么办？傻眼，这个直播之后还会留着吗？不确定，我再看看。如果说我看起来很漂亮的话，那可能会留。发发唱歌或 vlog 影片吧。我是觉得 vlog 的话，因为我比较不常出去玩，所以因为我的日常其实我觉得是蛮，就是我都排得很紧，我每一天的行程，尤其是最近哦，我来跟你们更新一下我的状况好了。我最近呢在尝试5:30起床，我目前已经成功了一周了，就是早上5:30起床，然后尽量在9:10的时候睡觉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帮助蛮大的。我5:30起床之后，就是喝个咖啡什么的，然后读英文，就是复习一下。去大陆工作可以约姐姐出去玩，那要看有没有时间，因为大家好像都在，因为大家应该也都要忙。但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，约得到的话。好啦，16分了，那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开心然后温暖的年。
祝福大家就是兔年行大运，然后兔年顺顺心心，健康快乐。那我要下播咯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虽然我现在应该看不到，但是我可能回放的时候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是在看你们5分钟之前传的留言。微博很糊，sorry， 我尽量了啦，因为在我家的话是只有两个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大家早点休息，然后新年快乐，然后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。